小姑娘，需要点什么呀？大叔，这不是一般的老好笔，你收吗？哎，划算啊！老伯，伞怎么卖？快收摊了，算你八文吧。多谢老伯，给我五把伞。好嘞，正好五把啊。多谢老伯。哎呦，下雨了！快！过来！宣将军，这找来找去，也没看见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孩子。那女人定不会带着三个孩子四处乱窜。就是她！站住！对，别动！夫人，买把伞吧。多少钱？160文。小妹妹，太贵了。可是您不是在赶时间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您不停在看天呀。爹爹曾经对我说过，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那我要两把吧。多谢夫人。你我有缘，不必找了。多谢夫人。哎，这把和这把都拿着吧，这把更大一些。给。陈统领，是窦家杀手。这两个孩子到袁府后能不能活下来，就要看他们的造化了。你先带他们回去，我还要再招几个孩子送去。是，袁将军府兵子弟兵也招得差不多了。陈统领，你们既然够数了，就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吧。袁家做事与尔等无关，而谋财害命、巧取豪夺，才是伤天害理。这种人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先撤。谢谢陈统领。雨大，拿着吧。袁府在收孩子是不是？我有两个。
姓花的。是。啊，娘亲，花伯母。先吃。木槿呢？出去了。出去。我说了不准出去，为什么你不听话？发簪是爹爹送给娘亲的，我要给娘亲赎回来。你哪来的钱？爹爹教过我看天，天上勾勾云，地下雨淋淋，我知道会下雨，就把老好笔当了买伞，等下雨时再高价卖出。吉兄，娘亲对不起你们，以后不论发生什么，你们两个都要好好爱护对方，好好的活下去。嗯，花伯母，还有我呢。娘亲，永远都不会离开木槿和锦绣的。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，娘亲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呀？时候不早了，我们该走了。娘亲，他不是好人。娘亲，这个钱，你帮我保管着，将来都交给他们，孩子们就交给你了。娘亲，你何不跟我们一起出城？有我在，你们就出不了城。记好爹爹让你记住的东西。娘亲，照顾好妹妹。不要，陈大娘，这个孩子叫齐芳，他是个苦命的孩子，带上他吧。你可有什么过人的天赋吗？我会剑术，我要保护他们。好，那一起走吧。走吧，娘亲，走，娘亲，娘亲，走，快走，走啊！
这是个三不管的地方，没有人能帮得了你。交出那两本书，我绝不会为难你。我夫君宁可死也绝不交出那两本书，我怎么可能让他失望呢？陈统领，这个孩子叫宋明磊，是按您的要求收来的。你想干什么？走开点！齐凤，齐凤，不要这样。这一路给颠的，俺的屁股都摔成八瓣了。哎，妹子，你哭什么呀？离他们姐妹俩远点！你别误会，俺就是想安慰安慰这个妹妹。哎，元家，哪儿呢？啊！元家，若是你不去，那就只有碧云去了。我去，看到你了。不知这位妹妹怎么称呼，又怎么会被招到这里来的？我叫姚碧莹，月初家乡闹瘟疫，我的父母双亡，舅舅就把我送到这里来了。我想我娘。陈统领，这是最后一批孩子，先前的那几批孩子都已经由沈昌宗将军带回元府送交给侯爷了。
再加上这三个孩子，需赶紧启程了。窦家的人紧跟在后面。看来这六字就是这六个孩子。没想到这六字之中为帅的竟然是个女孩。哼，看你满身玲珑，便知你出身显贵，少在我们穷人面前假惺惺。不要这样。而这为侠者，哎，那欺负女孩子就是你的德行。哎，齐放，齐放，哎，放开！你这样放开，小娃娃，齐放，齐放，你的脾气暴得很呐，啊！你是谁啊？关你什么事？小娃娃，跟我走。我不走。哎，齐放，不行，我，齐放，齐放，金箍真人，齐放，齐放，莫要追了，齐放，你且告诉袁侯爷。贫道且将这桀骜的小子带走，好生调教，待时机成熟之时，此子可堪大用。能收服此子者，便是六子之心。袁家之行是袁还是孽，就要看造化了。什么叫造化呀？我不知道。小芳就这样走了？只要我们还在，他就会回来的。陈大人，窦家一部分杀手往这边来了，怕是冲着我们来的，敌众我寡，窦家的人也太嚣张了。陈大娘，我有办法。撤！宣将军，是最前面那辆车吗？雕虫小技，给我追！你怎么知道他会追那辆马车？虚而实之，实而虚之。尽量快点，拖不了太久。好嘞，撤。